因为我的话都说出来了，所以我今天晚上就10块钱买网站。明天要是别人再买，我就10块钱，10块钱两个，就10块钱两个片儿了。也可以刷娃娃，一个娃娃一个那个什么。欢迎李轩远，谢谢点亮，欢迎严厨子，欢迎 YL 姐。哎，我他妈真的可以卖片了，真的。欢迎秦源，欢迎王瑞。我播到4点钟下播了。嗯，我要累死。出来了，哎呦，喜欢主播的可以点点关注小哥哥们。你一不小心让你看见了我的素颜。欢迎听雨素他，谢点亮。欢迎听雨素他，你好。欢迎祝龙，欢迎秋和。售卖网站。一不小心能看到了我的素颜。欢迎尹雪峰，谢个关注。你好，你好。买两个网站送一个黄波网站。哈哈哈。欢迎 DLC。PK 吗？发家致富的道路，对呀，发现了一条发家致富的道路。PK 什么？欢迎老板。怎么 PK？ 欢迎沉默是金水，没办法，谁叫我直播播的不好呢？脸太大了，没有人喜欢我。这个是可以 PK 呀、啊，可以呀、啊。哎，我别告诉大叔，我怕皮肤问题，皮了我都太多了。翻译什么的，我还做不出来。欢迎小色狼。谢谢兵哥点亮，欢迎兵哥。我都躺被窝了，然后你要让我站起来的话，我现在下边。谢谢关注。我没穿裤子。大叔，大叔，你去睡吧。哎呀，逗你的。你把那猫点出来吧，听雨。你把猫点出来吧。刷了好多猫。还有漫步人生。还有大叔也刷了好多。老板刷了好多，刷刷吧。你不想挖猫吗？听过很多流行歌，噔噔噔嘣嘣，脉搏不随的问君就会。你不想挖吗？快挖出来吧，万一点点就炸了呢？250万币呀、啊！完了，谢谢关注。完了，我们一起玩啊！你刷是吧？你刷了吧？哎，把猫刷出来吧！小黄书的人被抓起来判刑判了10年。欢迎狼行天下。不是呀，我4点钟就下了。哎呦，我好怕被人家抓起来呀。哦，刷不出来的。哎呀，你就刷三日。被报警抓起来呀。就帮哥关注我。求你了，你刷三日知道吗？
升我的卡路里。欢迎天歌集团，真好。哎，那个天宇呢？不是吧？天宇咋走了？真的，那个人叫狗娃子天一，那个人现在去微博上面搜都还能搜到他。欢迎木谷歌，欢迎漫步人生，欢迎诺言。就是没把你吓了吧？就是他那个什么，他去干嘛？他就是写小黄片的嘛，他就是写小黄书的，然后被抓起来判了10年。他写的那个小黄书都已经他都出刊了，就是被印刷出来了，然后就被判了10年。你还评论人了？欢迎漫步人生。我素颜没把你吓住吧？谢谢各位关注，欢迎苍天饶过谁？谢梦中人哥点赞，谢谢关注。听雨素他是可他和你一个头像。欢迎诺言，谢谢兵哥点赞。你这个不一样，真的吗？我应该不会被抓起来吧？欢迎潘潘儿。我不会被抓起来，对不对？你又不是吓的。哎，我也准备卸妆了。欢迎杨浩。这么一说，就是我把你吓的。欢迎张洋洋。这个好像是你的哈。欢迎你都拿我怎么样？那是你的号啊！我还说呢，我说你们头像一样。谢谢文仔。欢迎给哟，给咪。哎，你刷刷猫吧。猫。那个老板刷好多猫，你快刷30，你就刷30。欢迎清酒，这网站又不是你自己创建的，可是我公然传播这些东西了呀，还要用这个获得利益。